我觉得你有一点感冒了，你是不是很冷啊？我很冷，我很冷。那我煮姜汤给你喝。哇！小心，慢慢来，不要赶。对，我有一点着急，要给你喝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小心来烧。我看你今天真的是太累了。你有没有湿了头发？没有，我还好。是吗？对。好了。嗯，你也喝一碗，小心烫哦。哇，真是舒服了。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应该会好一点。好久没喝姜茶了。